两分钟的秘密是否有一点短暂？是真的蛮短的啦，两分钟真的蛮短的，好像要准备讲出来了，就讲到重点的时候，那就不能讲了。哎、欸，那个我跟你说，什么版什么版，我怎么没听过什么版？这我怎么不知道？什么版什么版？紧张的信希望。先私信我一下。你版直接造谣啊！哎呦，你要说，我跟你讲，我昨天在那个北车没看到小雨跟那个那我太远了吧？啊，所以昨天不是睡着啊？骗人！好。我睡着了，骗人！我跟你讲，我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哈基带了一个男生进来，我吓死了。哦，真的耶，真的，吓死了耶！哦，怎么讲出来了？哦，哎呀，开台了！哎呦，哎呀，哎呀，怎么开台？哎呀，没事没事，拍谁？不小心讲出来了。哎呦，你哎呀，都进来了吗？来啦，来了吧？那、啊、你怎么变鲨鱼了？莎莎，我被鲨鱼吃了，我被鲨鱼吃了半鳍，正在消化的。他还没有，他还没有背鳍。我的鳍被拿去做鱼刺。死掉了、欸、你不游泳就要死掉了、欸。所以我才变成陆地上啊。哇，马上爬陆地了。那你要一直，你今天要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不能停下来。对啊，是我一直这样吗？没有，因为鲨鱼停下来就会死掉啊！哦，真的吗？真的？为什么？为什么鲨鱼它停下来会死掉？它要用游泳的方式让水流流过自己的，对，让水游过它的鳃，它才能跑。它的鳃没办法说直接进水，它要用游的让水流。哦，所以它一直都在玩不动就会死哎。对啊，魔袋，真的，它真的不能。它玩红绿灯也会死哎。对啊。直接变鬼了，让他红灯，然后在那边看他。今天呢，我们就一样继续盖我们的建筑啦。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建筑的鉴赏大会呢，延后，我们再延个两周，给大家有更多充足的时间去装潢啦、建筑之类的。好，赖师哥，好，环沙听到狂喜。狂喜，非常的开心，余心大悦，看看怎么修理加一个东西，狂喜，我先调整一下，好，我们需要很多的腐肉来修系统，好，哦，系统是腐肉啊，说需要腐肉的耶，哦，多少腐肉啊？看一下，他没有，好像没写。哦，思潮，那打思潮，快点，马上思潮吗？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请一个人站在上面，然后献祭这样？献祭吗？那就是那个没有旗的咯，你把他打死，放在那边三天，他就会变腐肉了。他不让我睡觉，完蛋了。你可以睡邻居家。六个。哎呀，别睡了，别睡了，来了，别睡了，结果结果，没事啊，思潮来袭都通常都会一两分钟的时间，僵尸才会来。哦，等慢慢走过来就是了。我符咒有38个，要几个？我有56个。对啊，他没有说要几个，他没有说。能丢就丢啊！这里有三，我看一下我有几个。我也要看一下我几。我有僵尸猪人呢、欸，猪人，哎、欸，僵尸猪人有猪啊，是不是也有腐肉、啊、有腐肉啊？有啊，我好棒，我有67个，哇，61个，哇，你好土哦，好土，对啊，我什么我土？我等一下，哦，不要再讲起来，哎、欸，好像有另一个意思 哦，没有啦，好土哦，还是你要说好多斧头哦？
啊，都斧头，哇，都被我吸走嘞、欸！女神那时候修正常的吗？你是女神、啊？对，所以你是吸附吗？你是吸附，吸附。我有一组多，去丢，丢丢丢丢，他没有在吸收的感觉，很慢很慢。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直接出问题了，我看一下吸收。因为上次丢上去就直接那个，直接不见啊！珍珠波啊，我混一个这个可以吧？你不要丢死，这没有腐烂呐、啊，那可能放个两天呐、啊，你这要放两天才腐烂呐、啊！哎呀，不行，已经没了。现在腐肉全部都在我身上，我身上有四组。好多哦，维修，你最服，那这给你吧，这给你啊，好好好好好好，那你变腐肉，那你变腐王，对，最腐最腐最腐腐最腐的月月，最腐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没有，我跟你讲，影月你要怎样听起来更怪吗？直接说、啊、你是腐男月月。哇，真的是某些族群狂喜哦！对，我觉得很不妙哦。狂喜，那我太吸收一组啊，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收一组吗？没有收、欸，是不是还是没有反应啊？系统维修有了，有一个维修条，可是它没有反应。嗯、有维修条吗？有接近也会有一个系统维修条，可是他没有加任何的爬树，还是要一个一个丢。他就跟他没有回应一样的。那一个一个也是挺阳春的啦。你没有你不能让人家吃东西，怎一个一个慢慢吃？你怎么可以一口气塞十个呢？对不对？哦，对啊，你要他噎死，对不对？没有反应。嗯啊啊啊！我知道了，卡米萨玛要吃一点。哦哦，石油弹机的，有人给星星了，有人给星星，感谢欣赏，感谢欣赏哦，恭喜你，我不知道你抽到是阿卡，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收到，哎呦，那可以全扔了吧？哦哦哦哦，好像五组够哦。哦嗯，我听到哈基很大包，什么大包？我知道我很大包啦，我很大，对啊，对啦，很大包，什么大包？他听到我很大包，就是对啊，我突然就从门外，哎，就是门里面那个听到说哈基很大包，什么东西？你想空一点？好怪哦，我也觉得好奇怪哦，你好恐怖哦。天哪！我需要一点石头啊，不知道往哪里铺啊。你家墙壁？我家墙壁，嗯，好的，没问题。恐怖。惨了。哎，阿刚不是有尸草，怎么没看到你？打完了吧？哎，打完了吗？没打到哎、欸。没有啊，我一直都没有。对啊，数量不多，很刚开台吧？数量有限。至少还有数量有限的，要送完为止。阿基，今日限定什么 OP？ 嗯，我说哈基要 OP， 哈基啊，他被咬死了，他被咬死了，半颗星，半颗星。哎呀，啊死了！哎呦，啊哎呦，死了！原来是这个啊！哎呀，很忙很忙，很大包很大包。很大吧，肯定大的，大的。为什么按啊没有技能？为什么？我也在想啊。我这样头绪呢？我这样头绪啊！哎呀，吓到人了！
擦擦啊！哎、欸，这个、哦、好多，多哦，卡的僵尸，卡卡卡卡完了，这是好像是哪里怪怪的，哎、欸，好多腐肉，好多腐肉，啊，死光光，好多腐肉，好多腐肉，有石头，哦，有石头，有石头，有石头，谢谢。啊，啊，我剪一下腐肉哦，好了，好了，好了，我剪一下石头哦。剪一下腐肉，我看一下这边剪完应该有一集，感觉可以再修第二台机器了。对啊，好像下个礼拜还是用腐肉修，是不是呢？那我们下个礼拜就知道喽。下礼拜见真章。哦，它绿烟呢？为什么这怪物没有血量呢？我也不知道哎、欸。对啊，为什么没有等级？没有血量啊？对啊，等级没有头绪哈。啊，我的经验条为什么是34的？现在练的这么好练吗？不知道哎、欸，好奇怪哟。怪的。啊，地狱门在那边啊！哇，海上全都是腐肉哎、欸。好多啊，我已经捡一株多了。是不是我们刚刚掉进去的？丢进去的全部喷出来啦原来是这样哦，哇，居然在归还哦，好赞哦，好像不错哦，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保险，所以会抽狗狗了吗？请问台主有抽狗狗肉吗？我、哦、没有，是不是？那我下次、哦、没有吗？那我等一下再来。我八点，我八点二十再来。烦了、啊！拜托了，这快三组哎，这不……我真的这么多安德啊，地狱，而且地狱好紫哦，因为我们那边是那个、啊、扭曲丛林。还有在你们上面那什么翡翠水、翡翠森林，翡翠森林，翡翠森林，所以它叫什么丛林？我忘了，扭曲丛林啊，扭曲丛林，哦，扭曲，嗯，咆哮深渊，嗯，召唤峡谷吗？对，嗯，哦，有扭曲丛林啊，有啊，三对三啊，三对三的地图，那已经没了，对，以前打电脑手真都打那一张。欸、可是那张也是有遇到战队呢，很强哎、欸！立志要打扭曲丛林比赛的那个强的跟鬼一样，很强，而且很我认识很多都是扭曲丛林精英哎、欸，扯哦！站在峡谷没办法，就去扭曲丛林。对对对对对，好笑！哎、欸，他们有一定的套路，已经玩什么第三组啊，然后什么什么奇怪的角色，就是有某几只角色在那张图很强，超强！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人搞不好很少知道扭曲丛林了，嗯，也很久了吧？我觉得他已经退役很久了。我跟你说，什么东西更久？水晶争夺战，哎、欸，那个排积分你可以排三天呢、欸。对呀、啊，什么东西？三天？哇，什么东西？我觉得水晶争夺战也蛮好玩的，没人要玩啊，站点的没人要玩。对对对 对，站点抢水晶，人物会变大，会变强。哦，对对对。我浪费什么？水晶争夺战，我连那个模式都不知道。你应该是知道啦，只是你没玩，所以你没印象啦。嗯，你可能觉得不好玩就不玩了。还在波比脸很丑的时候，对，你没被锤过。波比脸很，你再讲一次一点吧。你再讲一次，就好了。这里有波比迷哦。我说有波比粉哦。不然你是长大的波比啦，长大的波比。这里有波比迷哦，对啊，我们有波比头号粉丝哦，对啊，对啊 ，AKA 哦，真假的，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没整形，他还没整形前我就全造型了哦，小心一点，哇，波比迷，你真的是真爱哎、欸，真爱魂。其实现在好像很，就是很常说，就是某只角色多久没出造型哦。对吧、啊？一直都会讲嘛，我们角色很多就会一直讲。现在不都是这种热门角才会出啊，什么亚素、亚宁之类的。他应该要出个轮椅造型啊，哥哥推哥哥推弟弟，帅吧？你好坏哦！我记得拍，我记得有人魔改的那个造型，有啊，有啊，有。太坏了。
看到有人改那个哎、欸，就是那个古拉的，然后改成那个鲨鱼吗？鲨鱼啊，菲斯。然后，是他好像是那个吗？客家斯，对，客家斯。哦，然后过去大口咬下这样。对，他越咬越大只。对，越咬越大只，超可爱。完了，没共鸣。我是应该去玩个楼台对。好啊，你可以回来打个 AI 吗？对不对？我只是看到影片而已我只看到影片而已有可怜啊没木棒回家咯我走到一个这是什么地区啊真不知道就很好像很常生乙酉乙的地方绿色的是乙酉乙啊灰灰绿绿的是灰灰的灰灰的那是很容易生枯宫跟乙酉乙哦枯宫哦嗯正在睡梦中度过晚上睡一下，睡一下，睡一下。好，睡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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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路走着，怎么说正在睡梦中？是怎么回事？梦游啦，梦游啊，梦游啦，梦游啊！你以为你现在醒着吗？梦里什么都有。哦，梦里什么都有。牛啊！我肯定走到那个凋零那个堡垒了，地狱堡垒。嗯。灵魂杀山谷。嗯，完了，怎么玩那个生存之其他的生存都矿都很多，然后现在发现这里的矿我们超，我都超，我的矿超少，超少，很难挖、欸，真的太好挖了，对啊，平行世界太好挖了，没有错，这个突然有点突然不太习惯，对。还有，还动又动，又在动，动，谁来动啊？谁这么坏？啊，拜拜！哦，哦哦知道了，知道是谁了，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从我这边出来啊？不是，我上次为什么是我家？哦，我操！你怎么出来？你怎么从人家家哦？从人家那边出来、啊？你怎么在那里？你不能这样哦！你要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别人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看到了。就上次那个味道是哦，还哪一只？哦，对。然后就躺在那里过一次了。他说：“那也复活比较快。啊”那表示你之中都没有死过喽。好猛啊！还是你，哎、你有死过，只是懒得去。没有，我只是没有我自己的床。回家、欸，我没有自己的床。哦，没有错了。哦，真的现场抓包，真的。哦，树叶掉好慢啊、哦！不习惯。游戏树叶应该掉很快的、啊，怎么会掉这么慢呢？对啊，整棵树挖完应该掉很快啊。对啊，怎么了？两三秒就没了啊？怎么会一直卡在上面？怎么回事？这些无法抽离的家伙，你是无法抽离，卡在异世界回不来。我觉得我们时不时在玩那个模组包的时候，就说：“哎，怎么这里原版麦克又差好多？”对，不是应该是怎样吗？啊，对啊，甘蔗不是那天骨粉去弄长大吗？你一直都不行吧？有的观众说可以啊，平行世界的可以，哦哦、另外一个世界的可以啦，真的啦，哦真的哦哦真的哦，我记得好像是手机版的吧，手机版好像是手机版哦，所以他们讲，那他们讲其实也没错啊，对啊，但是他们还是讲错了啊，我们不是手机版。那应该有一块地是宝地啊，它应该种植什么都很快啊。什么？这就不知道了。嗯，有了，就是小小的恶作剧。上次想说我家外面弄个田，然后想说我们种菜好了，种一种，隔天去上线收菜的时候，啊，怎么刚种下去马上长出来？奇怪，哇，我家超强哎、欸，宝地耶，宝地耶。
殊不知不知道谁在我家楼下埋了一个东西叫什么成长方块，还有那东西全部长超快。我还想说赚到了，哇，我这边真的是赚到了。哦，然后主要二诊的两个人啊，在他在开始觉得奇异的时候都完全不在 DC 啊。对。不是哦，还要我。还要我去帮忙骗啊，谁叫你们去吃宵夜吃那么久？我小老唐说：“哎、欸，你知道我现在那个时间怎样吗？哦，真的哦，哦真的吗、哦？你那边可能土地的地址可能比较 OK 肥沃啦，对，比较肥沃，肥沃的土地，嗯，没错，吃出了大地，帮香呢，还有。”然后阿王那边说、哦、可能是那个成长方块，我说哦没有啦，不是啦，成长方块没那么远啦，不是啦。哇，谢谢你团团。说是城镇中心的吧，它超远的，范围超大的。没有，不是，错了。对啊，不是那一块啦，对啦，对不是啦，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我也没说谎啊。是另外一个成长方块啦，不是那一个啦，是另外一个。好怪。哇，团团还好有你。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就插机在那边讲说，哦是这个成长方块啊，我就想说，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发现，但是故意就是那个故意配合我吧？他说没有啦，是真的以为，我真的以为那个这边怪怪的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把那个方块就埋在里面，对，我还跟他讲说，再偏一点，偏一点，让他不要全部长。当期有没有？然后留长一排还两排吧。案发过程，对，它只有一排不会长。而且那一排是靠近你们城镇中心，我想说，应该不是你们那个问题。好笑，笑呆。殊不知你们坏，很有趣。而且哈基是昨天才知道的。对，我说，哈基，你不觉得你家农田好像哪里怪怪的吗？他是很晚才知道，你们都欺负我！热门景点哦，好快哦，就一直挖。地形呢？因为地形就四个地形啊。我刚刚走另一边，我刚刚走另一边。哦，哎，我应该是我走完了。哦，你很猛哎，你很勇哎，可是还没看到堡垒。超勇的啦，超勇吉拉的啦，真的啦。哦，二十分了，请问台主有抽 Go Go 肉吗？反哦，我没有抽，那有抽，那有抽特斯拉吗？没有，抽特斯拉越抽越贵，越抽越贵，真的。好贵，为什么突然饥饿了？对，应该是离中心，你们离太远了吧？我们没有把发发搬过来啊。对啊，对啊，你把它带过去、啊。我们要带携带型发发，不能跑太远。携带式发发。对啊。啊，下雨的。我们是不是该换另外一个方向啊？不然这里一直饥饿。你除非有一堆食物啦，不然你会死。对，我们搞不好在那个里面都没有耶。来，干就好。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地狱堡垒啊。有可能，我觉得你可以先回头啊，先回头一下。啊，他既不是说可以查那个吗？可以 local 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local 可以 local 可以啊，可以 seed 的可以 local。那就 local 啦，可以啊。那我们就先回到地狱门再 local 吧。啊好，可以啊，还可以放成长方块啊，可以啊。不行，成长方块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有，那所以有抽东西吗？没有啦，就说没有要抽狗狗的，狗狗的，狗狗的，好笑。那为什么食物不能吃更多？为什么不能吃有金色的食物条？对，不可以吃两条哦。奇怪哦，我整个都没头绪啊！为什么不能在上桌？平台啊，哦，不是有西奈斯工作台吗？对呀、啊，中毒中毒，做东西。阿法是不是没参与感？对不起。那我们可能要换聊另外一个啦，可能Google 咯。他又回到 Google 怎么样之类的、啊？对啊，哎、欸，最近是有关于狂暴跟哨兵啊，有吗？对啊，狂暴到底回来了没啊？我忘了回来，好像回来了啊，回来了。哨兵我就不知道了，还没看到，没有人在乎他。
太难割了。谁是最平？他就是那个九宫格里面中间那一个。对。然后我们感谢这些枪带给我们的美好，不是你。哦，我看过那个影。那个九宫格不是这样吗？中间那个就是。阿基。好难哭。阿基那个 stand feedback 要开一下，不然看不到。哦，好。我们没有得到他的回馈，好优秀，得到回馈了，得到回馈了。这样你也看不到啊，几个。等我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原来哦，洗版，洗版的部分呢？我看到，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可恶，没了吗？我想要刷上去。结果不回来。你要拒绝？又比较近的，又比较近的。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一六零，不要啊，160，我拒绝。你那个是不是比较近啊？哎，没有没有，一样一样，我只打错了。哦，这样，我刚刚多一个负号，差了300个。不同，不同格哎，不同格哎，不同吗？我是打这个，哎呦，这个，你们要比赛了吗？那你的是搜寻哪一个？还是我其实搜错了，哈哈，哈哈，我搜的是哈哈，这个这个吗？我 Google 一下好了。Fortress 这应该是听起来是有 T 个嘛，有 R 嘛，那个是树吧？对啊，是森林。是要找啊森林这个。哦，找那个四棵树，是我搜寻的，我只有不是我都找到这一个嘞，因为他是写地狱啊，蛮合理的吧？我找一下地狱，我记得我前两天搜到，没有，这是上面那一个，那个是骨猪人，那是骨头哎，我这是骨头哎，那骨块对啊，骨块吗？那化石哎，对啊，我搜的那个没错啊，我搜的那个没错，嗯。可以吗？啊、那就走过去看看啦。对，我是240、336。说那个没错。对，我去查指令是对的。好强哦！好，我们刚刚这样闹，他们都杰克都还可以专注在他那个很强。对、啊，如果是我们，应该早就乱掉了。没有没有。杰克的优点是不太会分心，缺点也是不太会分心。优点同缺点，这好像我没办法分心。对，他没办法同时听两边的东西。对啊，他不会，他不会听两边的东西。嗯，很难呢。这个是要训练的。所以团团的好处是同时可以听好几遍的东西。对啊，他可以啊。那坏处也是，我也会。坏处也是啊。我是一般人，有两个耳朵可以听两个东西啊，应该很正常。不是这样子算的吧？这团团有好几个耳朵了。对啊，我好恶心哦！你知道他甚至可以用鼻孔去听声音，你知道吗？太可怕了吧！为什么听起来很奇怪？不对呢。他只要身上有任何一个洞都可以拿来听声音。不对呢，不对呢，这样怪怪的。你毛细孔都是哦。毛细孔，毛细孔，对啊，你毛细孔可以吗？毛细孔怕哎、欸，哦，这样子你可以听的地方很多哎、欸，对啊，全身藏起来无数个毛孔。那我觉得你时不时会觉得很吵哎、欸，如果有蚊子在你旁边飞的话，哦对，好恐怖，好可怕哦，天哪，太恐怖了。我说到蚊子，我打了一只蚊子，打了一个礼拜还没打到，哇，它真的很勇，打一个礼拜，你在刷蚊子的色尾哦，很勇哎，你在刷它色尾吗？我每次要啪下去的时候，它就是可以水平的往左边或往右边飞，哇哇，它很勇，你要预判它，好狠好狠，你不能打它原本的位置，你要预判它。预判他的走位，他就原地飞走。原地看用橡皮筋射蚊子。橡皮筋我没有打过蚊子，苍蝇有打过。苍蝇可以，有苍蝇有吃过。岩浆岩浆。因为我之前就是桌上会放一整坨橡皮筋，在还没养透明的时候，
就是只要看到蚊子天花板或墙壁上，就直接四五条橡皮筋同时射出去，这样啪，那蚊子基本上都会中，很爽哎、欸。四五条你可以同时射哦，你就拉开来，对啊，就同时一起射啊。他五只手跟呢，他五根手指头哎、欸，有没有？我有十个手指头呢，那用牙齿咬着， wow、牙齿咬着，然后就一只手指头不小心松开打到自己的脸吗？好痛啊！痛的打到眼睛哎、欸，对， oh. 哎呦。我以前真的送货的时候，那种后面不是人家送菜，后面会那种很粗的橡皮吗？被弹到会凹车吧？对，我有一次松那个没有绑好，松开打到眼睛。哦、oh, oh, ，我那时候吓到哎、欸，还好有眼镜，真的爆了吧？眼镜爆啦、啊，裂一个洞。哎呦！然后我就走到办公室，我们店长看到，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我说我被打。别别啊！被打。我看到我这边有超级留言在问说，请问有抽 PS5 吗？有，但我觉得你可以去其他的台问问。杰克台有，杰克台有哦，嗯，杰克台有，杰克台有。要先超级留言，要用超级留言问哦。红色的才有参加。那个红色的抽奖几率是一趴哈，哎，所以不好意思，抽奖几率一趴。它、啊、蓝色可能是0.00000，不是被谁杀的？然后说，哎，杰克，等一下我去投一个蓝色，然后你就说我中，还是杰克亏啊？你在想什么？不是，他不用真的给我，你只要加那个、留言的前一部分就好了。我们可以证明，让他们证明说这是真的。内定哦，我没有了，你讲出来了，没办法了。我开我的狗狗账号，狗狗了，你狗狗账号，今天狗狗账号去抽，狗狗抽狗狗了，狗狗抽狗狗了，哎呦，所以你真的会有那种间谍账号吗？我没有，我没有，我就走那一只。什么叫间谍账号？实况账号哎、欸、，FB 啊，就是一个。就是另一个账号，就是当做自己是小粉丝或是什么啊没有，我跟你讲，我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啊。但是就哦，刚好昨天还前天有跟繁星聊到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有加一些干爹干妈跟粉丝啊。你就昨天啊？哦，昨天好，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我就想，有时候看到这个文章，这个真的确定不用屏蔽我吗？对对，或是画什么谁的贺图啊之类的，就很多种面向的都会。然后想，这个我可以看到吗？对啊，我就当做好啦，帮你保密啦。这个是我不付钱就可以看的吗？我不用付费就可以看的哎、欸。付费解锁。你只要点下我满十八岁就可以看喽。笑。对耶，我们有骨粉呢，我们在干嘛、啊？等他长大。我很多。玩错游戏了。我得去挖矿了，我也是，我连铁一颗铁都没有，我连另一个世界也要挖矿了，没事，可是另一个世界有研磨机，哦，太难过了，他可以废话，不然我们把村民引过来吧，好笑，哎、对耶，是不是可以弄村民比较快，前期就有那个大量体，对啊，我怎么听到远方有个诶？对，哎，会穿墙啊！还有贯通，还有贯通，哦，还有副贯通，这个是我的技能。啊！挖矿，挖矿，挖矿！啊！我家正下方是一个水下世界哦！哇！亚特兰蒂斯，美人鱼哈记，美人鱼记。他这美人鱼都有 echo 了，我觉得。等下，你刚是陪喽陪喽陪喽吗？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嘛。你美人鱼也不会陪喽陪喽，完了。为什么美人鱼是陪喽陪喽啊？为什么？是啊，你想，你能想象一个美人鱼在你面前？对啊，美人鱼怎样都是啪嗒啪嗒啪。对啊。你美人鱼在你面前用舌头陪喽陪喽吧，很怪吧？可是你把一只鱼放在岸上，就是啪嗒啪嗒了。对啊。欸、你知道我今天 YouTube 演算法才跳出那个双击杀，还有那个就是繁星之前举的精华哦，哈记跟小雨那个吗？啊、
对对对对对，比目与双髻鲨。对对对对。你说演剧的那个吗？对啊。对啊。我真的很好笑。太棒了，我们做白宫了，反方向咯，做方向了呢。我想说应该看得到了、啊、怎么没有发生什么事啊，看了一下坐标，嗯，原来是走错边了。我稿子要坏了、欸、我稿子也快坏掉了，还是要先回去做一把新的。也是可以啊，好，先回去吧，回头巴拉巴拉巴巴。我猜哈记在家。对，我在我家楼下。你这里是哪里？你怎么在当美人鱼？我在陪，不是哎、欸，你在陪喽陪喽，哎呦，他又要陪喽陪喽了啦哦，不要不下了，不是哎、欸，阿静，你因为你奇怪，你刚刚说对你这边怎么上去了、啊？然后又我才又陪喽陪喽，然后又很大包哦，对啊，哦，我不知道哎、欸，今天怎么怪怪的？你不知道，我几天都睡不着。我要 TP 发话变嘎嘎了。嗯，发话嘎嘎，嘎嘎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爸爸不知道，有精英怪。哎呦喂啊！哎呦喂啊！这个很刚好呢，真的。有听到东西敲到杯子的声音，哐！有芝麻在乱播东西，吓死！播音乐吗 ？YT？ 哇！版权宣告。音乐 ，music！ 啊，也太坏了吧！天哪！不是 DJ 猫猫，DJ 猫猫很酷哎、欸，专门播一些版权音乐，好恐怖。DJ 猫特别是在你开台的时候，哦，此刻歪杀手都市传说。人家说他就突然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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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in the house， 嘿、hey ，还把他抓去上电视，很酷。我说半夜会有一只恐怖的 DJ 猫猫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开启你的 YT 直播播一些版权音乐。我的天哪，这好恐怖、哦哦、真的好坏哦。好恐怖啊，超恐怖的，超恐怖的。哇，这比偷偷把你的东西翻到 地板上去还快。对啊，超坏的，吓都吓死！你讲要翻东西，因为艾露其实本来就会稍微在那边把桌子东西拨下去，然后那一天他就在拨，然后他就在挖那个，因为我桌上有放他的那个就是宠物用饮水机，然后那个其实蛮重的，然后我就看他在旁边那边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结果他就用头撞了一下那个饮水机，哦，一头水出来，而且重点是，就因为是在桌上，然后我掉就在底下，我吓死了，太危险！你有没有事啊？你有没有事？那整个翻下去就毁了，太恐怖了！他用他的生命再把那个饮水机撞下去，哎，真的撞一下，我说你干嘛？拨杯子就算，你撞饮水机是怎样？他跟你说，他跟你说小心，这个撞了会痛哦，主人。你要撞给你看，我撞过了会痛。你怎么可以把这东西放在这里？放在地上都不喝，我想要放桌上都不喝。有他直接撞了，他直接撞了，我不知道。我会记得，我刚是开台准备开台的时候，然后我突然被我的右手突然被水滴到，我想说是怎样？我水吗？然后一看芝麻又在玩水，哦，玩水真的最过分，真的很白目哎，我气死了！你说我见到是今天在玩硬币。硬币、哦、你猜正面满面，哈哈哈哈哈哈！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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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的猫掌的小小的手指在往上砍一样，啪！插起来的时候，呈现是正面还是反面？很猛哎、欸，帅哎、欸，很狠哎、欸！哎、欸，他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好像要换裤子，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先把零钱跟纸钞放在床上。那我想说，我去厕所的时候，怎么就怪怪的？有听到铜板声音。然后我回来看的时候，我的纸钞已经掉在地板上了，然后铜板是散开的，它是散彩铜纸。哎呀，它是潜鼠有吗？潜鼠，潜猫，潜猫，潜猫猫，小潜猫。我还以为猫咪都是拿来招财的，原来它还会散彩啊！猫咪超散彩的好不好？好，猫咪超散彩的好不好？看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在它身上。贵的嘞，贵的，贵的。唉，我白痴。你怎么了？自从开始养猫之后，我本来都没在，我连自己的零食都没在吃，结果买一堆猫的零食，我也不知道。哦，跟他一起吃吗？没有。哎，没讲吗？干嘛啦？要不吃？你们好吃吗？那我来吃吃看。这是我们一群朋友，哦，一点味都没有。我们另外一个朋友说他会吃那个罐罐。哦，好像有印象哦，自己会吃。哦，你不吃，那我吃咯，真的不要哈，那我就知道吃咯。啊，我们叫卖家，我们叫卖家，我们叫卖家，快点讲。啊，嗯，好讲。然后刚好说到就耳朵嘛，然后你们有做过采耳吗？你不是有吗？没有，你不是昨天我这边。我超喜欢看的，你喜欢看？是谁啊？很喜欢看，就是别人采耳朵，啊、你们那个挤痘痘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对对，高跟鞋采耳朵吗？不是的，好痛哦！不太一样，很可怕。就是你知道 YouTube 有很多影片，然后都是那个挖耳朵的影片，然后就看得好疗愈哦。可是那个看到会鸡皮疙瘩哎、欸，啊？为什么？不会吗？就是那种痘痘还是什么的，挤下去之后就挣扎、啊、很疗愈哎，毛、欸、都炸起来了，你知道吗？后面都炸毛了、欸。哎、欸，我之前我只要看到脸书有看。就是或是哪里看到就是有那种挤痘痘的那种影片，我都直接给他隐藏，然后呢不喜欢，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还蛮恶心的，他会挤粉刺，然后有一个小盒子专门收集粉刺。为什么？那是他的成就。成就。哎、欸，还要至少就、欸、至少他不是拿什么胡椒罐在装那个啊。是啦，可是要被人家拿当芝麻撒下去有没有？哦、oh, ，是啊，为什么在养香菇是不是啊？养香菇。但是我觉得挖耳看人家挖耳朵很疗愈哎。没有，应该说自己采耳采起来是真的蛮开心，但是看别人的这个我其实我是不会啊。我觉得我昨天体验是因为我太久没清了，所以会有点痛。你不是说你差一点结块吗？对啊，他就是对、可是呢要看你耳朵是油性还是干性的。嗯，哎呦，就如果干性好像就比较，那就左右两边都有一块大块直接塞住耳膜。哎呦，那你这很危险呢、欸。他如果真的塞住会怎样、啊？就他听不到我们讲话、啊，就是听起来闷闷的吧，然后可能咀嚼上会有一点问题。他咀嚼会有影响，就是因为耳鼻喉是连在一起的、啊。对。对，会相关。哦、你嚼的时候会像耳朵有东西在敲。哦，嗯、难怪我生物学不好，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哎、欸，那我要讲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不是美术很好嘛，嗯，然后那时候就有纸黏土，那在跟隔壁的那个同学爱玩，他就往他耳朵塞，又拔出来，然后就塞人大头进去，断了那个纸黏土断在里面。哦然后我之前有把那个珠
珠塞到鼻子里面去，然后我妈就带我去耳鼻喉科把它拿掉。我要做这种事情？哇！你是吸进去哦？对，我直接吸进去，然后卡住，然后我就吓到。恭喜你奶！恭喜你奶！哦，邀请我。好，继续我的。然后后来我就是当下真的是吓到很恐怖，然后怎么办嘞？我就从我的那个那时候已经开始那个结块硬掉了，我就拼命去拿一个掏耳棒一直掏，啊完了掏不出来就硬了，很硬了。然后我就想办法啊，至少戳到一个洞了。然后结果那个这个状况我持续了两个月，后来才跟我后来我才跟我爸妈说。然后，对，他们那时候吓到很紧张，马上带我去看医生。这一定会吓到的啊！很可怕。然后医生夸奖我，他说：“哎，你至少有挖出一个洞。”哎，不行，危险的啦。对，因为主要是那个有那个洞，有那个洞，那个水进去它比较好湿到里面，然后就是手术很快就结束了。哦，我说没事啊，你儿子至少有挖出一个洞啊，手术很顺利。哎、欸，不是，你那个没成功，就是你的耳膜一个洞了、欸，哎，不成功变、嗯，所以小孩子才那大人才会说小孩子不要自己挖耳朵啊，很危险的啦，因为怕会乱挖，不知道啊，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啊欸。你讲这个东西，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是耳鼻喉科是一起。对，吃饭那些都一起。那我之前有一个在生死交关的经验、就是你们应该有吃过花枝吧？嗯啊，花枝不是都就是你再咬的再细，但是有时候就是它会有那个黏膜，就是一条线哦，卡在喉咙。对，然后呢，我就有一次就咬，我就确定我咬的很细，然后要吞下去的时候，刚好那个黏膜刚好掉在那个喉咙，哎呦，卡住哦，然后那个啊，完蛋了，我现在有点呼吸困难，那怎么办呢？我就想说，好，我手好像可以，那个深度刚好手可以伸进去抓那个膜，把它拉整坨拉上来，像钓鱼那样拉上来，嗯，然后钓，哎、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说好。我要赶快把它拉出来，不然我真的快不能呼吸，我快死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很细小心的这样慢慢一个一个拉上来，我很怕那个膜断掉。我那心想，拜托膜别断掉，膜断掉我就要死了。不会啊，膜断掉你就可以吞下去了、啊。没有，因为它那个膜断掉，它还是卡在里面，因为主要是靠那个膜拉上来，我是靠那个膜拉，不是因为那个膜才卡住这样。然后呢，我就拉拉拉拉拉，然后说我想中途我拉到啊，我怎么办？我好像快断掉。然后最后呢，我就是转个角度，然后拉起来，哦，好险整坨起来，哦，那你后来有把那一坨吃回去吗？啊，好像有，不是假的，哦，那就没事了，真的不能浪费食物，所以我不吃回去。对啊，你想下地狱还是要吃回来、欸？哎、欸，你小心你下地狱可能会再拉一次哦。能浪费食物啊、欸！那我想到我之前戴牙套有类似的经验，因为戴牙套其实大家都很怕吃金针菇哦，对对，然后在上面，对我直接卡住，然后我就是直接卡在喉咙，然后我不能呼吸，然后我想说该怎么办，然后我直接就是手伸进去喉咙，把那个金针菇直接拉出来，超恶心的。这种戴过牙套，大家都会被金针菇就是陷害过一次，荼毒过。金针菇陷阱，这是金针菇陷阱，很危险。对啊，好恐怖。哎呦，他们有人说不怕再卡一次吗？我那个时候其实要吞下去的时候。我也在犹豫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怕会不会再卡一次，可是我想不行，浪费食物就把它吃掉。那咬得很碎很碎，然后就这样吃下去。对，没错。你要当一个谨慎的熊猫。嗯。你说谨慎吗？对啊。那谨慎的勇者不都是要谨慎的？谨慎熊猫。哦。哦，没几只了。哇。穿着布偶沙沙的熊猫只剩一只，可是只啊，我怎么又死了？哦，没了，啊、没了，熊猫没了，连仅剩的熊猫都没了，又死了，哭的，哭的，唉，噔，
雨月，那个堡垒是不是在底下或 还是在上面啊？他竟然走错边了。哦，找不到，我刚回到这附近找，找不到啊。因为我看坐标就是在那边，坐标是在那个位置，可是就没看到东西。神秘哦，神奇的。脱口出来的也是在那边啊。Local，Local，、啊、到遥远的以后，带我走，好烦。很饱哎、欸，假就拜你。哦，这阵吃超饱。我今天是直接自己去买了一个那个雅芳羊肉炉，然后直接整锅，然后自己来吃。你直接讲完吐出来了。我还有十二个燕饺下去，然后加上豆皮半盒豆皮。哦，你好扯哦，好爽哦，你好饱哦。还有十只鸡翅，哇，十只鸡翅，好爽、哦，好撑、哦，真的是一餐到一天的量吃哎，好猛哦。对，哎、欸，挖到洞了，猛的。我今天是吃那个大空间剥皮辣椒鸡汤，哦，好吃，剥皮辣椒鸡。哎，这里可以通过来。你们怎么今天都吃这么爽？哎、就是强。我是买那种就是冷冻包，然后直接就加水煮。嗯，很好吃哎、欸。你不知道睡着了。吃哎、欸，很好吃啊，吃哎。我挖到了，我挖到了，各位。超像在讲梦话的，好好吃哦，是真的很好吃耶。我们是不是在堡垒底层？在堡垒底层？哇，要往上挖哦！挖上来，挖上来，挖上来！哎呦呦呦呦！你们要水晶吗？什么水晶？水晶矿洞啊？水晶对。他掉挖掉的东西应该是特别东西吧？啊！挖掉什么潜能晶石？有吗？它、哦、又是潜能晶石，这么无情。我要挖水晶吗？你挖掉你看看，你不要挖掉那个就好了。底座不要挖掉，不要挖下底下。对，挖那个比较大张的、啊。对耶，潜能水晶。这个堡垒东西，这个堡垒贴着朱布林要塞。哦，哇，好爽、啊、哦！如果没有黄金钻，我不敢进去，我怕死。哦，它不是一定会掉哎、欸，朱布林要塞一定会死啊。对啊，你就算穿黄金钻还是会死、啊。哦。但我现在什么装都没有，我还是不要好了咯。想说，我认识的杰克不是哎、欸，我认识杰克不是看到女巫就 battle， 怎么可能？我进去就认识杰克都是又 battle 啊，都进去 battle 这样子吗？对啊，所以他连精英 boss 都直接 battle 了。抱歉，对啊，肯定 battle 了吧？那你惊死嘞、啊！你是谁？只是区个蛮兵。对啊，怎么挖个耳朵后就变这样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可能耳朵。我可能现在只是不玩麦块而已，搞不好现在 Apex 顶力了，好不好？哦、你要用耳朵开枪哦！哦，耳朵开枪。哇，那他的子弹是什么？都是啊。哦，他已经没有了耶。然后就哇，没子弹了。耳朵顶，然后就赶快弄耳朵。耳朵顶，然后掏耳，掏耳朵。好恐怖哦！耳朵超容易受伤的，就对。對用耳朵比用他是什么耳屎超人吗？还是什么？耳屎超人。可是他这样很难跟队友沟通，感觉就是队友跟他讲话，但是啊，打死了，听不到啊！什么东西？要用打字的，不然要没有反应。要用打字的，超难沟通的。可怕，我 battle 了，我输了。嗯，这才是我认识的你。被送回来了。啊！以后的我肯定赢了，好不好？好，你们小心点。好，加油！好好好，我一服一个猎焰神啊！好，够猛吧？我靠！对，
靠你了。不要都这样子啦，哎呦，打雷啦，打雷啦，有人招，有人说谎啊，有人说谎啊，先打雷劈了。哈、啊、吉，哈吉你不够勇啊，哈吉。烧死了，烧死！小雨借我剪刀。我不够勇，你也被烧死了。一斧一个烈焰神啊！我是一斧一个、啊，可是我还是被打一下半条血啊。他今天你要过来吗？他慢慢烧死你。他还是比较勇一点。嗨，阿旺，我又回到你家了。你又回来了。哎呀，你回来啦！你回来啦！阿姨的剧情。老家啦。您回来啦！阿姨回我家。阿姨回你家。那你应该要就是跟我讲同一句话、啊。你要买苹果吗？我以为是阿姨耶。对啊。阿姨呀、啊。阿姨哦。对啊，阿姨，阿姨，阿姨，我回来了。阿姨怎么回来的？阿姨最近那个课业怎样啊？明就毕业了。阿姨毕业了。阿毕业了，阿现在工作怎么样？阿有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薪资多少？阿有没有请我？哈哈哈哈哈！我结婚要请你。好笑。啊，你有没有想努力？好可怜、啊，你不要努力啊！没事，阿姨知道啦。知道啦，阿姨也没钱呐、啊，哎呀，那就不要问阿姨。闭嘴啦，阿姨。好坏，超凶的。嗯嗯。我也不想努力哦，我是欧洲人，你怎么了？我是欧洲人哦，哦，你把运气用在这里也不错哦。哈哈哈哈哈！我有点嘲讽，好嘲讽哦。没有，我这个是，我这个是在恭喜他。没有没有，你这个你这个语调就是人家抽到 SS 啊，说你看来你的运气只到这里的。接下来是锁链熊猫在这里驻守了。我们下一句要讲说，你知道最近卡快要来，快要抽卡了吗？我知道阴阳师快要下一只了。对啊，快下一只喽。不三兔吗？没有，三兔是送的，是送的，三兔是送的 ，SP 三兔是送的，下一只 SSR 是跟那个跟别人合作的。哦，对，那时候看到三兔，然后哇，阿卡出头天，阿卡出头天，很猛哎、欸，他还舔舌头哎、欸，又舔。你刚刚那个讲话方式，穿的像什么强迫症？你自己先用舔，就一定穿那个。这件事情吧，自己触发，自己触发。很闷哦，你在哭吗？哭啊！这样子，迷音触发，触发。您刚刚说的是哭啊？我找到了，哎呦，疙瘩吗？找到疙瘩了。可是如果真的有这种强迫症，真的很困扰哎。我也觉得蛮困扰。真的吗？就是感觉跟他相处应该很有趣。可是他会很痛苦。你想，如果今天就是什么，你身边有人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你去看那个小婴儿，然后小婴儿不是很容易突然哭吗？然后那个小婴儿哇哇哇，那你在旁边哭啊哭啊哭啊，对，叫我去哭，再哭怎么给我哭三个小时？你很严格哎、欸。又来抽筋，我觉得很好笑。哭啊！然后跟他说吸奶。好像搞错什么，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搞错。然后吸手指，你是不是想？哎呦！哦。天哪，好烦哦！那好烦哦！那好像蛮有梗的呢。
我们都在炒别人冷饭呢、欸。就是他好像真的有这种病，叫什么驼瑞氏症哦、啊。有啊有啊。对啊对啊。那不自觉的，就是会发出一些声音。对啊。哦。啊，那这样子是哪个朋友有这个现象啊？可是我们实况组几乎大家都会不小心发出声音。不是，他是没有没有，他是不自觉的。对，他是没有控制。你是说会骂脏话的那一种吗？那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支哦，有的是分支吧？对，有的是会有奇怪的，就是声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天赋点不一样的哦。不是啦，啊、你骂我！啊，我找到生怪砖了耶！哎呦，什么的？啊，会很远吗？可以做，这也可以做。啊，会很远吗？我不知道哎、欸，我看要坐标。那还好吧，我先把僵尸杀完，我要输了，我有够多的啦，要输了，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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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出事了，出输了，明天就初五了，初五了，我一直打成嘎嘎啦，好烦哦、喔，什么啊？有什么？为什么？这键盘比较小，我一直打到嘎嘎。嘎嘎嘎嘎是什么？嘎嘎是谁？嘎嘎 baby 啊。哦、你说 G 跟 F 哦？对啊，我是点到 G 啊。Baby Gaga， Baby Gaga， 是嘎嘎乌拉拉那个吗？哦，真的是嘎嘎乌拉拉哎、欸！嘎嘎，啊、你怎么去碰岩浆了？我要去自杀，我真的太满了。我突然在想梗，好像没什么梗哎、欸，烧有什么梗？烧毁啊！烧毁！好像又太突兀了，烧毁很久了，很久了、啊，太精，他都已经去世了，他都已经对啊。哦呦哦呦，过去走开走开，哎呦哎呦，哎呦，船都炸光光了，船还好是在水里，烧毁，对不起，船呢、啊？烧毁。他发现你是鱼骨道的、哦，没有乱挖的，我听到声音就过来了。哦，你要石头这边很多，你看顶裂。用听的、欸、就是不一样，对啊，用听的。我拿到石头可是顶裂石啊，顶裂石，怎么它裂开了？是不是？你把石砖拿去烧，就变裂石砖了呢？哦，那肯定裂了，那肯定顶的嘛，对啊，肯定顶的，顶呱呱。什么？那呱呱很可怜的、欸。阿总现在收到任务道具，一个我们刚好拿到疙瘩了。哦，他修琉璃条是满的，这样我要是修吗？对，再通灵一下，再通灵一下，我再通灵一下，我再跟他沟通一下。我刚才丢了四个，他没任何反应。灵媒在沟通神的语言啊，神的力量。可是灵媒都是住最远的哎、欸，灵媒，对，灵媒住蛮近的嘞。没有，他离我们是最远的呢。对啊，可是他离那个中间那个啊，不要不要啊！人家要跟神明沟通啊，住那边合情合理 啊。哦，好啦。我在讨论神明有人在不要不要的。是因为我家楼上只有两只苦力怕。哦，你家一直都有哎、欸，我一直在我边盖边看。看他什麼事啊、愿神明保佑我，愿神明保佑我，愿神明保佑我。要啦，我家等下又破洞了。不会破洞啊，会啊，头不要破就好了啦。他炸开我头，大概也破了。有了有了有了。哦、oh, ，要准备场地了，鉴定台。哦哦，交给建筑组了。哦、oh. ，你要叠字哦，建筑组。建筑组。建筑组。哎、欸，那个。你们知道我们家附近啊、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超深的峡谷、嗯，然后这里就有属刚刚之前讲过那个，就是直接会有铁原矿方块的地方。哦，你们可以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铁原块方块啊。我要看，啊、你不能把它挖掉，在那边。哦，那是我的哦。对，这个分解就是九个铁原矿。哦，第一次看到。哦。Okay, 你直接拿铁矿和九个也是一样啊。对，拿到铁矿和九个也是一样这样。而它是现成的，不能挖掉。可以啊，可以挖。他只想给人家看呢、啊。
给大家看。那是我的啊，这样旁边会一整条的那个框吗？对，你看这边的铁框超多啊，你自己看，超多。你看这边抬头的框嘛，是一整条、哦。对，好像哦。然后上面有那个什么仓、哦、什么洞窟，对，我想去，我想去。死了。这个好香哦！完了，我收到，我直接吸了就好了。我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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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吸到。我的钻石，哎，过去了。来了，团团来了，来来来来，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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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团团，这里还有哎。三颗，三颗，三颗。哇，一群人在吸哎。金奶吸到断掉了，直接断掉了。金奶，他叫你吸他。哦，你给我，你不准，你不准哇！哦，可是不得不说，这里的矿真的是很多哎、欸，这边矿大矿脉真的矿真的超多了。哎、欸，我想要去上面那个绿地，我也想去上面那个是什么？好像矿很多，苍什么洞窟哦？苍玉吗？苍玉洞窟吧，还是什么？我只想去拿一个会掉东西下来的花，就什么都翡翠，对，什么洞窟？翡翠洞窟，翡翠洞窟，什么平原？翡翠平原，什么地狱？翡翠地狱。哦、什么中介？翡翠，翡翠中介，翡翠中介，翡翠中介，好，热带翡翠海洋。中介听起来是卖翡翠的，他是玉盘商吧？对啊。要遇到了吗？爸爸，我需要一桶水。哦，这里的矿好多、哦啊我。我需要女神的水。哎呦。神水。这肯定可以生出比较多的。哎、欸，小雨还有哎、欸。哦，还有哎、欸。哇，熊猫团团，你这里好多钻石哦！哎，这里好多矿哦！我应该要全部挖完再叫你们过来看。不行，有我有分红，我有分红。有你有凤，你有角交凤红奉献是不是？对，你有角交东西，你有牺牲奉献、欸。这边会有龙源哦。对对对，还会生热带鱼。走、哦，没关系。反正到时候缺的，我去偷偷去你们箱子翻就好。有发现我们比你穷？没有啊，我超穷啊。哎、欸，我这里下面，那你帮我放这里。好，剩半颗心哎、欸、啊！你不留在这里，我去死好了。喂、欸，你不要这样子啦！不要这样子啦！不要生气啦！不要这样！没有，我这样，我说错话了吗？对不起啦，写过啦，我满地写啦。我们不要生气啊！我不知道这样子，熊猫团团会生气啊！我会生气的，对不起，熊猫团团。哥哥龙，我抽一份给你嘛！给我哥哥龙，给我哥哥龙。给我够够了，我就原谅你。贵哦，贵哦。哎，请问那个花是要打掉的吗？还是用剪刀？剪刀吗？对。好，两格高的花吗？还是普通花？是掉在，应该是可以掉在天花板的花。掉在天花板上。那我觉得用剪刀比较安全。用剪刀比较安全吧，不然没有就来。U E， 用你的安全剪刀。U E， 我。U E U E U E， 好吵。原来这是梗吗？好的。你是新的症状，看到 U 也觉得 U U U。好了，小雨我在这一，小雨 TP 我在这一季没有要杀小雨，在这一季是要烦死小雨。然后结果他就把我 DC 屏蔽，哦，可以直接打下来。怎样？有啊，有掉，有掉。哦，我再补去，没关系。真的很大哎、欸，那用嘎哦，那用嘎哎，哦可以耶，直接打，好耶好耶，好耶好耶，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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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那个洞快没空，没有它很大，你可以慢慢探，它很大，它真的超大，它大到不行，哦，上面应该有人可以送两个告示牌过来给我，这样你有捡到吗？我告示牌我捡到。那给你啊，我们再去找。对啊，是吧？我鉴定的。你不是鉴定很大包吗？肯定的，肯定的。好烦。都
刚刚隐约说什么？人体？你要的藤蔓？我要的藤蔓？你不是要那个会垂掉的果子吗？哦，没有啦，我是要那个花。它是要花花，那个粉粉那个。对，包、那個、子花。对，它会、Hi、它会掉那个花下来，叶子下来。我两个。哦、oh ，一组。谢谢。阿里亚豆又被。哎、欸，我又来了！哎、欸，你又来了！哎、欸，这边有人走上去过了。华、欸，你不是要粘土吗？我这边好多人啊！粘土？没有了吧？他已经没有了吧？他差不多了，他已经暂时够了，暂时够、嗯。你那你要不要先来这里挖一点？这里一整片都是哎、欸。对啊。好，等一下过去我这边先挖完。原来这是要分配战力吗？分散战力。我先挖完这边，这边还有东西。有漂亮，对啊，不对，而且他重点是他就在我们家附近，然后我很意外的是没有人来探过，没有，哎，紫金洞哎，哎呀，开挖潜能晶石，留起来，如果他在家附近刚刚很笑、哦，然后打在 DC， 发女神，我想要工作台，我好像在你旁边有留一个，你把那个你一边的墙壁挖开，没事，那我再过去做一个给你。最可爱的捕食者，二七五六一四，对对对，要放在哪？放在这个洞里面。那现在不要直接往上挖，挖看可以通到哪里，然后直接坐楼梯、啊。这边，都还没长大，你不要看了，走了走了走了。全部都还是小宝宝，你不可以伤害小宝宝。原来那个长大了啦。没有啦。有啦，那个没有啦，那是我的。哦呦。哦呦。哦呦。他趁我在 DC 打坐标的时候。好坏哟、哦。好坏。我没有，我在旁边等，我等十秒钟。哦，你没有倒数。你没有倒数。对。哦。对。你没有数出来。那么一二三，木头。哪里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哦，我坐铺楼梯。好啊，好啊，好啊。嘿嘿嘿嘿，笑容好恐怖哦。他就怪怪的啊，怪肥肥。他怎么挖到原矿之后就变这样子了？不是不是，他的矿被抢。因为我有找到另一个紫金洞。哦、你不用看了，全都是小宝宝，我挖完了。这个比较坏，这个挖完了才告诉你。他先挖完了才开始。对呀、啊，他憋很久了。洞跟发发的洞很像呢。哈，你用过、哦？怪怪的。等一下，等一下，你讲清楚，你讲清楚。女神够了，女神。女神，告他，告他，女神。没有，你看，你看我是看到他的背面，然后觉得应该就是了。你可以在这边看哦。对，你看这边，他的背部就是跟这边不一样。发发挖的那个水晶矿洞跟这个你刚挖的这个很像，出口也是在这个石头挡住的。哦，很谨慎哦。我以后要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我们不能省去一些就是词汇。我刚刚的那一段还是可以告他。对，可以。你要存档的话，我们这边有八份。你可以重复八次。对。那需要帮你做 echo 吗？你要有不同视角的声音。还要做成一个迷音迷音音档。就那个啊，这个迷音。刚刚不是有贴那个吗？有没有 Coco 楼的那个？我刚那个九手咒。Coco 楼。就说没有要抽狗狗了，就说没有了，就说没有要抽狗狗了。我是狗狗了，楼上人在爆炸，不得不炸不炸！哎呀，爆炸！刚刚超像在讲其他语言呢、欸，都在爆炸，怎么了？哎呦，捡不起来了。哎，我也捡不起来，为什么？哦，只有那九一啦，帮你们捡。他有啊有啊，那个你有捡到了哈。哎呦，我没有捡到，我帮帮忙。哦，没有，他自己捡到了，他自己捡到了。Thank you 啦。
Take it 啦，阿弟。哦，这个没事啦。啊，所以阿弟，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刚捡到什么？铁裤裤啊。哦，哎，是我刚好掉铁裤裤哦。不是吗？我刚丢腐肉呢。刚不是一个很废的弓吗？我刚刚是丢腐肉呢。然后阿弟说捡到，说啊哈哈，捡到了。我捡到铁裤啊，对啊。哦，所以还有铁，但是我身上没有任何腐肉啊，然后弓有米只要弓啊。哦，因为奈九一的弓在我身上啊，刚刚他掉的。哦，肯定没人在乎在盖城外转。我要提供大家啊，另外一个，你是说刚刚我挖完的那个吗？啊，哦，这里这么多紫金洞，僵尸的盖好了，很棒。哎，对啊，其实老实说很夸张哎，这个这么短的距离居然有两。好扯，好扯哦，好扯哦！你都挖完了才说，好扯哦。他没有记他的坐标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有，没关系，我直接挖到重生点就好了。哦，第二个十字架。没有，我上次经验已经学到了，我先挖完。中心点一样是零零吧？一样啊。对啊。妈，这只熊猫学习能力很强哎，很强啊，强哎，就跟海绵一样。这样，哎呦，学习能力很强，黄海熊圈圈很会吸，很会吸，对，它也很会吐，烦哦，海绵宝宝。对，我是海绵宝宝。你这太派大星的声音讲海绵宝宝。讲到海绵宝宝，我就想到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影片，是有人把口罩，然后他戴起来，然后把另外一个口罩夹着，然后就是很像那个章鱼哥的样子。章鱼哥？哦，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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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是戴一个口罩，然后就把另外一个口罩就夹在那个前面，然后就是章鱼哥。就一般的口罩而已，就只是把它。对对对对，就是蓝色的口罩而已。可是真的很像哎。很像，很像，很像。超猛的。超级猛啊！爆炸声啦！超猛的！哇，这有点远哎，可能穿十字架不太稳。超勇的！我死回家。嗯，不是有在家吗？我在家。对啊，没有，因为我要没血。哦。死回去比较快。杰克，再两颗经验，不是经验，两颗凋零头，啊，加油！我不行了，可以啦，我飞到那个了呢。嗯，飞到啊啊啊啊！我把船那个床打掉了。对，没错。抱歉了啊，我自己也应该一样了。赶快躺一下。喂，我找到女神的庇护了。女神的庇护，我刚有对，怎么了吗？看来不是只有一个人认为的。对，哎呀，哎呀，哎呀，你太可怕了！这些人所侵略的，断的好啊！我不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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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王石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还爆炸了！抢钻石啊！哦。钻石争夺战，没有，因为我刚想，哎，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我挖开，钻石，然后他直接跑过来，马上要挖，然后瞬间失去语言能力，对，我们失去语言能力了，听得到，那是我的，什么阿妈是你的？啊，只听得到那是我的，哦，什么阿妈是你的？哦。阿嬤给你，阿嬤给你好不好？欸，阿嬤很棒哎，他会做一堆饼干给你吃哎。给你啊，给你啊，给你啊。阿嬤很棒哦。阿嬤让你好不好？开心就好了，你开心就好。给你，给你，给你。对，你要吃不完的，吃不完苹果哎。我想到我这几天躺在床上滑手机，就看到有一篇超好笑，他就说。就是什么，就是你家族里面的人，然后如果是成为你的那个替身使者的话，就说哇，那我很想要一个阿嬷的替身使者，还是一个狂暴阿嬷，然后他在那个欧拉欧拉的时候，就是你说你要啦要啦要啦，然后一直塞书到你嘴巴里面。
哇，好像很有趣，好烦哦，很赞呢。我觉得超好笑，超有画面的。欸、小雨，你装饰了吗？你装饰了吗？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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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悬浮粒子很多。哎呦，真的嘞。嗯。哎、欸，这分你那个僵尸的出来地表的点有点远，我用。我放了好几个箭头在地板上，小雨，这给你。好的。啊，之后如果觉得很丑的话，再拆掉。好的。阿利亚都有。太酷了！跟你讲，我直接开在你家后面。对，感觉他去出门的时候，他周围就是一堆箭头。哎呀，哦，这。一个洞窟真的很多粘土哎、欸，苍玉洞，超多的。我想李苍玉吗？苍李苍玉，那他会鉴定案件？很强哦。哎、欸，这里有粉红色的苍玉，他一直对你点头，你要把他带回家。他要叫苍玉吗？对，要把他带回家。嗯，啊，所以你要收服黄色是不是？对啊，那你要叫他皮卡丘。对。没有，我要叫他皮丘。哦，皮丘，哎、欸，不，雷丘吧，雷丘讲错了。到底什么丘？到底什么丘？他很丘。是不是有皮丘、啊？是不是有皮丘啊？有啊有啊。你想一下啊，你再想一下。宝可梦。哦。嗯。宝宝。丘丘丘丘。哦。有人还知道海德格吗？不，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了、欸。好耳熟、哦，啾啾，是第三的 Diablo 3呀、啊，海德格，很前面的剧情，超前面。我没玩，我没玩过，可是我还是知道。哦，我也没玩，但是我知道那个，因为主要是梗啊，就只有玩到那里。啊？为什么？你后面为什么没玩？没有，那时候就是只是 PO1 刚好在一个过渡期，想说嗯玩一下。哦，就真的是玩一下而已。哦，觉得地下城主顾，我觉得他的剧情没有很糟啊，不知道怎么大家都批他。可能他以前做的比较那个吧，比较好，因为他最近都是重置，没有新作。哦，我一直在等四代啊，我就是想玩剧情而已。你是不是那个剧情跑完之后就放着了？然后啊，他的精髓打宝什么你都没有玩，跟魔物猎人一样啊、欸。可是我之前玩那个跟朋友玩，然后每次打都打到睡着，然后我只要听到他一尖叫，然后我就会跳起来说：“哦，你死了吗？我来帮你。”不是，你怎么没有玩游戏啊？你好意思说人啊、喔？我真的是打到睡着、欸、然后我就听到了啊，然后啊，你死掉了哈，我来帮你一起打。欸、不行哎、欸，我觉得你真的是比较适合枪战这种，就是很刺激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每次跟别人讲说，我都是他，就是他一叫，然后我就醒来那种，然后大家都说，那你玩干嘛？我说没有啊，他需要我帮忙啊。然后平常继续睡。这不好意思，拒绝他。对，就是陪玩了。错不哦，哇，我没有带稿子，然后就下来狂动，太棒了，太赚了吧？太赚，太会了吧？肯定赚的。有人在家吗？我。嘎嘎 baby，OK、okay。baby 嘎嘎。肯定红的，肯定红的。你要献一首属于你的成名曲。啦啦乌啦啦，这抄袭！完了完了完了，堪忧！啦啦乌啦啦，那当然是要先抄袭啊！想红先抄袭哦，先模仿起来放。等下这个这一条一格的水道是谁挖的、啊？掉的水道，就是啊，哦，应该是说我现在在挖的楼梯吧？哦，所以这是你在挖的楼梯水道。到时候直接往下就可以那个啦，哦、往下就直接是水晶洞。那你等一下看到有一只鲨鱼在游泳，你有没有吸到很多垃圾？
对，我一直吸泥土。你在给我吃土，吃土，我身上满了，所以我东西都吸不起来。那我回来换我丢。好想要那种包包哦。我也是哦，养坏包包，要去捡到再借我。好啊，我去帮你捡羊毛。对，我终于有自己的床了吗？你家很酷呢。谁？我说阿旺啊。对啊。人工灌溉。怎么了？有他家屋顶都是水。哦，可恶。哎呦，这个分数老师打几分啊，团团？100分，那满分几分？好残忍的问题哦！好残忍哦！这不能臭肉哦！哦，耶！我做到一个新的十字架了，太棒了！你要用纸巾做十字架吗？你超棒！在哪里做啊？僵尸的吗？还是这是水晶洞的？哦，你盖在哪里？再往丛林，在丛林旁边而已。哇，有蜘蛛被雷劈到变僵尸蛛了哎、欸！有蜘蛛，有蛛被雷劈到，它站起来了，它进化了，骷髅背起来，它站起来了。阿妈，你怎么不会动呢？阿妈，你怎么站起来？这样吗？好像很低语，可怕哎、欸。现在还不能用钻石的东西吗？不行，你是想要我们要打龙丸才可以用。有看村庄被屠村了、欸，一堆僵尸跑过去。是我在这吧？我不知道哎、欸，我在一大堆僵尸哎、欸，我在村庄啊，我看到你缓缓走过来。哦，那肯定是我要屠村了、啊。你要土村？哦不，僵尸怎么是从房子里面走出来？欸、小雨啊，村民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我发现怎么了？赶快跟他说话，快点，他睡着。我是说，怎么了？村民好像剩不多喽。哇，我有几只有封起来。对对对对对，可是封起来的里面都没村，有很多没有村民哎、欸。啊？真的啦？不是很僵尸跑进去吗？封起来。哦，有可能呢、欸。有一格的。哇，那帮你补实一点，有一个里面还存一只。仅存的村民。那马西狗搬团。所以他是谨慎的村民。对。屁啦，这火力爆还爆太快。突然加速哎、欸，气死了！欢迎回来，直接回老家。哇，我阿姨了，他是直接回我家。对啊，有一个 NPC 跟我对话，我好开心哦。哦，没关系，至少有两只村民活着，可以繁。哦，有两只就开心，可以繁，可以繁殖，可以繁星。来啊，来啊，来啊！统统把他们丢去。做苦力，好像没有人在盖鉴定台哈。对，没有。我刚盖完那个圣怪砖出来而已。嗯，等之后都有羊毛，你再弄。我都要等我的屋子盖完再说。一切的一切，鉴定台哦。嗯。太棒了，石头都被我丢掉了，棒棒，太棒棒，你很棒。嗯，定材哦，用什么材质啊？我觉得就跟锻造台旁边类似的就好。请说。没事，因为有人死了。杰克，是。紫金洞在哪？我想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又不知道？你刚刚问的好像你知道一样。我不知道。
到。没有啊，你问我僵尸的，我可以指引你。那僵尸在哪？僵尸你要从哈基家后面有一个箭头。哦。有一个箭头，我想。后面。哦，哈基有做高炉哎，偷走。四八四。偷走。偷走里面的矿。道士逃逸。哪一个？这是平面的箭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这是稿子吧？啊，不然你要我盖怎样？这是连柄都是石头的稿子哎。不你想要安怎啦？来发发，你看发发，你看，来，你都是箭头哦，这是箭头还是稿子？箭头，我不知道。我现在给你三秒钟，你说箭头，你怎么可以这样威胁我的女神？哎，这在哪里呀？这在哪？那边继续往前走啊。有就哦，又一个箭头是不是？对，又一个箭头，然后突然犹豫一下，又一个箭头是不是？又一个，我知道为什么会像稿子，因为它前面少了这三个。好，芳芳女神，你放石头吗？你放，快放啊！你放，我没石头了。他不知道，不要逼他。哎、欸，麻烦你应该把后面这个啊，这三个换成木头啊。完全变成稿子，直接换石头是不是？对啊，那就好啦。哎、欸，不用、啊、不用不用吗？不是，啊，还有比较多的石头、啊，对木头啦。你应该这个放石头啦。我没有石头。你刚刚不是吸到？我没有石头。有了有了有了，有了稿子完成了，稿子啦，稿子啦，跟随着稿子走就有了。对。已经变稿子了吗？这很像稿子，你要不要来看？这很像哎，平面的稿子，箭头啊，箭头，就很像另外一个世界掉在地上的稿子，箭头。他一直强调箭头，箭头啦。海上也有一个村庄哎，这么酷啊！就在旁边而已，没有很远。那波妞有在里面吗？我找找哈。让我找找，等下会有腾腾魔去杀人的，灭了魔妞，危险呢！啊，这没有看，哎呦，哦，这里是堵起来，哦，这是个村庄啊，哦，你走到一样的是不是，对，不是，不是，四八，不是，四八四八，是吗？你堵了一个窗户，然后留了一个门。为什么把窗户堵起来？啊，你说我吗？我不是，他另外一个门呐、啊！哎呀，他又开了另一扇窗。对，这一家有两扇门啊，只堵到。他肯定有道心墙。我越来越穷了，我剩下皮革的鞋子了。一定是你没有打怪，肯定打的不够多。对，请再打多一点。我可以把可以锻造台跟可以跟可以另一个台叫什么？鉴定桌钓鱼台。那我不盖了，那就两个叠在一起吧。啊，不行，那一定要就是隔个两个。好，要两栋。至少两。阿刚不是说可以吗？我可以啊。你想到你想干嘛了？不行，不行。那可以盖二楼就好了。可以啊，它两格就是高两格，或者是就是都可以，就盖大楼吧。这石头好怪哦、喔。李老搞啊。哎，真的挖高速公路，呜呼，疯狂哇！啊，我真的觉得没有钻石工具真的蛮痛苦，很痛苦的。
已经挖断了三个还四个铁镐了。你就当做我们到现在还没挖到钻石就好了。嗯，对啊，会比较好。是不是刚刚有人为了钻石杀了一个人？那个钻石好像还真的是一颗而已，就一颗哦，真的是一颗，一颗哦，好惨。哇，你们之间的爱情，真的是血钻石耶，好危险啊！我如果没记错，就真的是一颗。哇，啊，你那边那么凄惨，啊，我们那边有四颗。我就不说啦，养啦，还好吧，欸，有人有找到那个啊，紫金洞啊，应该可以吧？牺牲召唤一下，对啊，做人啦，你们可以不用牺牲召唤的，你太贪心了啊！笑死。哎，欸，有味啊，真有味，真有味，有味，有味，真有味，真有味，好久没吃的，好想吃啊！真有味是什么？是什么？啊，你有没吃过饼干？你有没有吃过吗？啊，你说那种很像鱿鱼的那一个？对对对，一卷的啊，然后可以套手指上的啊！哦哦哦，都很好吃耶。哦，原来叫真有味哦，它叫真有味，换叫什么？只是鱿鱼饼干，叫鱿鱼饼干，鱿鱼饼干，太直白了吧？这太直白了吧？真有味哦，对，它叫真有味，然后油是鱿鱼的油。嗯，你如果跟我讲满天星，我可能还知道是什么。我不喜欢满天星，很难吃。马铃薯泥啊，它好玩啊。好玩啊！好玩啊！好好玩玩，还好吧，我们喜欢的。可是我还是更喜欢鹅阿金。哦，对，我最喜我最喜欢可乐果。我也很喜欢可乐果。可是可乐果每次如果吃太快，都会刮上颚。哦，对，哦，我是那种。哎，你们先讲，先讲。哦，我想说我是喜欢吃那个啦，酒环梅。修环贝是什么？哦，修环贝也很好吃，就是会戴戒指的那个啊，就是会戴变指甲吗？对，那个是那个是那个金三角吧？金牛角吧？金牛角啦，不一样啊！不一样吗？我不知道，修环贝不知道，那布兰杰克你都吃什么？我刚刚想说咸酥饼好像也不错，细奶，咸酥饼很好吃。胡椒饼，上面是一只鸟的那个绿色包装，哦哦，鹦鹉啦，鹦鹉啦，它是鹦鹉吗？它是鹦鹉，它是网格啦，就是网格的饼干。哦，网格的饼，你一定有吃过，你一定有吃过。我怎么印象的鼠格格啊？那种有点像。那杰克是那个鹦鹉咸饼干嘛？那团团是可乐果嘛？对啊，小雨嘞？鹅阿珍呢？鹅阿珍，鹅阿珍，阿音乐嘞？哇，洋芋片，是鹅阿珍吧？鹅阿珍，你是鹅阿珍派？对，啊，可是鹅阿珍有人选过了呢。啊，不能两票，我这样子我不就赢了啊？不行哎，这样我们只能一人吃半包哎，不行。没关系，一个人吃空气，一个人吃饼干，那又公平。哦，菜脯饼也蛮好吃的，喜欢。哦，菜脯饼也，因为它太咸了。还有地瓜酥，是我还是最喜欢的。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玉米浓汤的。哦，玉米浓汤，可是玉米浓汤每次一包还没吃完我就腻了，很腻，太咸了。那个吃一点啊，它不是很甜吗？它的甜味很重。嗯，哦，好吃。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现在在聊饼干嘛。那洋芋片不是很多家吗？你们有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洋芋片吗？洋芋片我只喜欢吃，虽然它现在变得很奇怪。说什么？我之前比较常吃乐事。乐事原味啊！我只吃乐事原味。对啊，好朋友，好朋友。我想说，不是什么翘有翘胡子，还有什么卡迪娜，还有什么的翘胡子之类的。品客吗？品客啊，品客对，这品客啊，以前是吃品客，然后披萨口味超好吃。哦啊，好，它那味道是真的很够啦，很够味。然后你会吸它吸手指吗？那没错，
那是一定要的吧？一定要的啊，一定要爆！你知道，我出去吃都不敢吸手指，就好了，我才没有腼腆一点，拿卫生纸来擦手指。我就是要吃爆，我今天都要吃洋芋片了。对啊，那个粉就是那布丁上面的那个嘞。膜上面的布丁，我会，对，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舔干净。如果没有，就是如果没有把它舔干净，我就会拿汤匙把它拨到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布丁杯里面。没有错，它我都有点懒哎，我就直接丢掉。不行，这样很浪费，不行，你很浪费。这个浪费不可以，好懒哦。你说布丁膜撕掉卡在上面的那个吗？对呀，对啊。你是不是也是丢掉的？不布丁，我不吃布丁哦。我反而比较常吃茶冻。哦，茶冻好吃，哦、茶冻也不错。还有咖啡冻。对啊，很赞。再加它里面那个超级奶球。对，然后都会先把奶球喝掉啊。啊，不会啊，不行耶，我一定要最后一口还是要吃到它。真假的？我都会先把奶球先喝掉，然后再去吃那个茶冻。你是单独把奶球拿起来喝？对啊，对对啊！你哪里？哎，那你吃锅贴会先把酱料包喝完再吃吗？我不饱了，太咸了吧？太咸了，洗肾的啦！不是一样的东西吗？不是我说原理不是原理是这样子吗？还是有些许不一样吧，太咸了、欸。他们有人说他们吃布丁是用吸管吸耶、欸，我也会耶、欸，看情况啦。他们还会把它搅烂耶，就是会把它甩烂耶、欸。我看心情。你说搅烂然后再又喝的吗？吃起来对啊，是很方便啊。就我那时候没汤匙，会有就是吃到下面太甜的问题。那对啊，那会。那会搅布丁的，那你们咖喱饭也会用搅的吗？完蛋了，咖喱饭你说拌在一起还是拌在一起？拌在一起耶！我咖喱饭不会，可是我皮蛋豆腐偶尔会。我都是我其实也是看心情，但是我现在大多都懒得拌，我就直接吃。啊，皮蛋豆腐我要分开耶。我就分开，我还没有试过拌在一起过。对，你就只吃豆腐而已啊！哦，那只是豆腐而已，那不叫我分开吃，那叫我不吃。我的天！你好不好？满足级大师被抓到了，快笑死！哎呦，好笑！讲的理所当然，我都要分开吃。可是我不会把它搅在一起，我是把它切块，然后一边皮蛋一边分配的。可是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你去吃外面，它就是一小盘，然后就会没办法平均分配啊。它只有半颗那种。对，就少的，超难过的。我连叫皮蛋豆腐也是做来半颗，我超难过的。你可以学我啊，就直接买那个就是凉拌豆腐跟买皮蛋放在冰箱，然后你真的有酱油膏，然后你就可以就想吃皮蛋豆腐就可以吃皮蛋豆腐，很赞啊。你们皮蛋豆腐你们会吃有肉松的吗？肉我没有吃过有肉松，我有吃过还不错，可以，对，还不错，是真的。我是喜欢有加肉松的，我没有哎、欸，我就是加酱油膏派。加酱油膏，然后肉松这样子拌，这样子好吃。柴鱼会，可是我还没有遇过加肉松的。那你们有？哎，我记得好像有些地方的达阿比哥是会加肉松的。哦，高雄的。哦，不行，我不能接受。你是说不能接受肉松吗？还是？不是，我不能，我肉松就是要配稀饭啊，达阿比哥那就是吃油饭的。哦哦，那达阿比哥不是油饭呢？达阿比哥不是油饭呢？不是，对，它不是。油就是油饭的装在那个桶竹筒里面，然后这样吃，就打个米糕吗？啊，不太一样哎、欸，竹筒米糕、啊，它的饭比较黏，它不是它是桶仔米糕，不是竹筒米糕，那也没有到是桶仔米糕，不是，对，你是说难解释？对，它也的确的确有些地方的假的当阿米糕就是饭，间谍间谍哦，那是竹筒饭，间谍米糕，间谍米糕。可是这样就变成那个粽子，哎、欸，你们知道高雄粽子也会加肉松吗？啊，真的？
很好吃哎、欸，还会加花生粉啊，好吃啊，好吃啊，你等下再加个香菜我都不意外了，你知道吗？有的蛋糕饼哥其实会加花生粉加香菜，不是他就只是一个就是捏成蚂蚱形状的猪血糕，猪血糕吧，父母亲，为什么？他是间谍粽子，间谍蛋糕饼哥。说真的，粽子加酱油膏加花生粉其实还不错哎、欸。很好吃哎、欸嗯，好吃哎、欸，油糕可以，可是没有，应该说我可以想象它蛮好吃的，可是它不是我印象里面粽子的样子。好哦，对对对，可以撒金粉之类的，不要撒花生粉。撒金粉，你在吃奢华的，是不是？对，然后只给你一点点，那、啊、金箔，一个小小小一片那个金箔这样，那超贵。有人说皮蛋豆腐加炼乳吃啊？好，炼乳没吃过，哦、不行，我炼乳不行，炼乳不行哎、欸，炼乳是什么鬼？炼乳你不知道？炼乳就是加那种是加起来，哦哦，应该就是甜甜的这样吧？好难想象，就是很甜的，都是炼乳的味道哎、欸。我也嗯，是不是会比较像豆花、啊？因为。哈哈哈哈哈！毕竟豆腐跟豆花就是一线之隔嘛。哎、欸，好像算呢、欸。对啊，就是水含水量的那个、啊。对啊，含水量就是口感问题。所以你可以把豆腐变回豆花哦。真的啊？可以啊，可以直接去煮甜的就好。我的天哪、啊！好饿哦。天哪、啊！小雨是不是精神都来了？我还是想睡觉。那我们要让小雨继续想话题。嗯我大概就是等一下结束，然后去录完影，然后我就直接又睡到明天。好扯哦！我真的好累，好想睡觉。怎么了？阿基怎么了？孩子，我的 Enter 为什么按到 Shift？ 什么孩子？什么？你说孩子？你的孩子啦。哦鉴定台，孩子，想什么孩子哦？我想什么孩子？你说他自己，你说他叫什么孩子？叫爸爸，孩子，叫爸爸，爸爸，叫爸爸，爸爸，爱的歌，那什么时候要说那个怎么不帮我放大绝技灵？你可以现在讲啊！快帮我放工作台，哈记，讲啊！好，你还不能？你刚喉咙痰很多。好，好啊，好好爽爽，要把身上的装备鉴定一下喽。鉴定喽，可是都快坏了耶。没关系啊，那就做新的再鉴定啦、啊。哦，拿去修一修好了。啊？为什么？我有很多铁。那可是你铁要从自死嘞。嗯。哦。哦。哦。嗯，他说修哎、欸。修。修装备要从自死哦。修啊。什么时候改版的？对啊，不是修哦，等一下修再打 A 配，我没想到，等一下，修装备用铁针要用铁，然后我想说他假如要做新的装备的话，会比较省，通常会比较省吧，就是多重置时少耗铁，对对对，哦你想好远哦，是不是？你家怎么当顶猎啊？哦，可能顶烈反，哎，还是顶烈的想法是冲干他，这样子吧。哦，他就对了，不用想太多，就是干他。哦，打赢就对了。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呦，哇，三百攻击力也好扯哦。三百攻击力哦，三百攻击力的斧头，哇，三百哇，哇，三百的哇，我是鬼吧？
你是鬼才，我有你是唯一一生花，你加毁了啊，家亡人亡，哎呀，恭喜你陪我残血吧，后面是声音，我 my superstar 是吗？什么鬼？我忘了歌词了吧？我 my superstar， 那是 SHE 的歌，对啊，对啊。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要发发很爱 SHE 吗 ？You are my superstar， 大爆哦！啊没过啊，没事没事，早晚会爆的，爆的，哎呦，哇，你是不是这边爆了？你爆了，啊、我说我家毁了，我家毁了，直接被炸穿了吗？我家是没有到炸穿了，但是就是，大概就是，假如你它是一个头的话，大概是被炸出一个秃头了吧。不是吧？他头凹下去了吧？哇哦！对啊，我的头都凹下去嘞、欸。我也凹了、啊。没事啊，我也凹下去啊。对啊。可是我后来又看到一个理论，有人说那个其实是天生的、欸，就是天，反正就是天生的啊。哦，是啊，所以不是真的是耳机凹下去。不是因为人长大，你的头骨已经那个了，已经整那个、啊、固定形状了，变很硬了，所以不太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假，可是我除非它是一个超，它比较像是它的皮肤被压在那边压住，所以是皮肤比较那个，就有像你的手被橡皮筋勒很久之后，它会凹下去这样吧。其实我之前看人家就是说戴眼镜的那种后遗症，就是其实像眼镜戴久了，如果你那个买镜框那个镜架鼻梁那边吗？鼻梁那边，它的确你戴久了是会凹下去的。那头可是那个比较像是肌肉，不是骨头啊。可是鼻梁那边是软骨。头顶那边是硬骨哎、欸，头顶的骨头超硬的、欸。对啊，这个比较有请医学系的医学生出来解惑。哎、欸，可是我妈妈之前有说，她觉得她把我的头型照顾得很好，就是好像在小 baby 小宝宝的时候，小宝宝的头，小宝宝的头骨是软的啊，对啊，就是完全闭合。会不会就像是那种人家种苹果什么的，不是装的那种盒子吗？对啊，弥勒佛嘛什么的，正方形的那种的苹果之类的那种。小宝宝的时候是真的可以了，因为小宝宝的骨头很软，你说弄成正方形、喔，骨头跟骨头之间不对了，没有，我知道啦。什么碎，然后就不能要帮他翻个身啊，翻身啊，对对对，我最近在弄这个，好累哦、喔。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只是戴耳机，如果刚好你这时候有发育什么的，头型长大了还是什么的，那你刚好就像那个苹果的鸭子一样，那你搞不好形状就出来了、啊。没有，那个一岁之前才有可能啊。真的啊，可是人会变胖，肉会长出来，应该也有机会吧。骨头不会变啊，骨头不会变啊，你骨头会变胖吗？应该从小就要塑形 啊，他是骨架大了，他不胖。那骨架它也是小时候就大了啊，也不会你长大了。哦，头的那啊，对呀、啊。有人说是那是皮，就头顶是皮层变化，头皮变形。啊、就是皮呀、啊嗯。骨头没变，可是肌肉变了吧？嗯，对对对。脑袋坏，头顶坏死了。嗯，头顶坏死太恐怖了吧。那真的要秃头，应该是先秃那一线，有没有？纵贯线，换了突然很有个性哎。哦，那这样其实我们不能批那个连续剧头发骨折，搞不好他其实是头盖骨骨折啊。对啊，他的头皮也太厚了吧？你说包头那个？你说那个魔人啾啾吗？头皮就是外星人的头盖骨了、欸。是头皮肿瘤吧？越来越严重了，好像越来越难过了。以后就骂人，就是你这头皮肿瘤。哎呦，他满头问号的看着你啊！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攻沙匪？哎、欸，不要推臭鱿鱼，臭鱿鱼，臭鱿鱼。那你觉得现在金装好好用哦，随随便便点都五排，你很开心吗？
对啊，很开心。嗯，就是碰运气就好了。因为现在你不用去刷数值。对啊。应该说，就他只要很多重复的，就可以拿来复仇了。一个过渡装吧。嗯，他也不用到过渡啊。假如你是要副手加攻解力的话，如果你没有要求是盾牌的话，嗯，就已经很够用了。海豚干嘛？越跳越多鱿鱼了，我去砍鱿鱼。变生态越来越好，那个人不一样化了，真的很危险。NPC，NPC，NPC。NPC?哎，你回来了！哦耶！哇，你回来了！我是把床敲掉好了，麻烦死了。NPC 是不是有点职业倦怠啊？他不想跟勇者们说好了。哦，他眼泪，很累，然后还要看旁边那个人回来的没，到底想怎样？你来啦，冒险者。你回来啦，冒险者。那你只是一个酒馆老板而已。那我应该，我是应该说你又死了，冒险者。啊，你怎么又死了啦？死回来啦，冒险者。死回来啦，冒险者。这是你第几次的死亡了？哇，那个 NPC 也很辛苦啊，还是统计你死亡回来。真的呢？我真的有玩过类似的游戏耶。玛丽猫？不是不是，有一个是一个挖矿的，然后。他那是一个超级就是灌老板游戏，他每次就是你下去那个，他有点那种 roguelike， 就是你下去死掉之后，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再带东西回来，然后死掉之后，他就会你就是你玩的下一个角色就是下一个来应征的员工。哦，对，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哦，你之前那个员工怎样，然后就说他的装备有什么，超级灌老板的。然后员工一直被送下去，一直死，就好笑哇！老板都不用付什么哎，好爽啊！对呀、啊，老板超爽，爽的儿。喂，太棒的输入法，太棒！好想吃玉米浓汤饼干哦。嗯。突然你要看，你要等下先查货有没有，或者是楼下直接买，直接开买。现在超商也买得到吗？哎、欸，搞不好、哦，搞不好有啊。你说中间一个稻仁酱竹轮的蔬菜饼干哦？是，我要吃的是玉米浓汤的那一，就是那种，还有点像是那个面疙瘩形状那样子的饼干。哦，好特别，是一片一片一片的，你没吃过吗？有印象，可是这个好甜哦。玉米浓汤，玉米浓汤，然后只要跟玉米浓汤口味有关的都是甜甜的口味饼干。那你有尝试过玉米浓汤，然后泡在热牛奶里吗？热牛奶？哦，热牛奶。你说这个饼干泡热牛奶，热牛奶吗？对对对。啊，我改天试试看，感觉好像蛮好吃的。好，还不错。热牛奶。热牛奶，热牛奶，我猜它会有一点甜，是一整根的那个玉米棒哎、欸。对啊，我也是玉米棒嘞、欸。哎呀，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也行啊，那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个也不错啊。我小时候很喜欢吃、欸，那个就比较咸一点。嗯，我喜欢吃是一包的那种的，咸奶没事来一根。传统的饼干，其实我们后巷那边有一家卖就是饼干店。哦，对，看你要几零年代都有，没有。我、哦、学生其实实习的时候很爱去一家店叫武则天，然后那家店就是专门卖、啊、不打折吗？对，他就专门是卖机器品的店。对，哇、哦，好酷哦！其实我原本住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不是在桃园那边吗？其实那边我们就附近好像有一家哦，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像有，但是我们去过一次，好像就没再去过一次而已，没再去了。就是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其实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是学生时期，就是各种就是现，就是、基本上就是近期就把它撕掉的，所以那边超便宜、嗯、超好，就很棒啊。嘟嘟和偶尔还是会去逛那种集齐商品的店，嗯，因为它有一些虽然说是集齐商品，可是有一些可能它原本就是那种时期时限比较久的，可能都还有什么半年一年。
嗯，只是就没办法放很久。对啊，就变成说你可能真的想要吃那个，然后你就那阵子再去逛，就直接买来吃这样。嗯，这个便宜很多耶，超爽的。我之前就是晚上我们不是都会开台开到十点嘛，然后我就是可能都没有吃晚餐，然后我就会跑去 Seven， 然后他们就会有那个集齐七折优惠哦，他们会有那个游膳时光，对对对，五点后，我知道全家是五点后就是直接七折，很赞。我们家是生鲜的东西吧？嗯，没有，因为 Seven 是比如说他便当或是什么的，他当天没有卖完，他十二点过后就要销毁，直接丢掉啊！我记得对，就是都要丢掉，所以他就会比较便宜卖掉。哇，那个很赞哎！而且我记得好像他们还有专门的 App， 就是说就是可以通知你说你今天有什么啊？全家现在有，他会跟你讲说哪一家店有什么东西是有你要去要买可以去买哦，这样。哇，我们鱼饭团吃。而且有时候看那个，就是有看到自己一直很想吃，可是就觉得这个价钱在这个东西上面好像有点不合理。好酷、啊。然后可是，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泡芙，我有点记得，就我泡芙被我爸爸吃掉了。哇，好气的感觉哦，怎么办？好气，有怨念。泡芙吃掉了。泡芙吃掉了。然后那个也是集齐品，然后算了，哎，可是我还记得，有点记得。你说算了，你心里还是觉得很难过。我很难过，可是我不能说。你说出来了，我不能跟我爸爸说，因为他不承认。其实不是你爸爸吃的，是你姐姐吃的。对啊，可是我姐姐不在家。那你下次泡芙里面加瓦萨比之类的。你要说在那个冰箱里面装针孔哎、欸？没有你加瓦萨比，然后结果的话，哪一天你就突然发现，哎、欸，为什么我会吃到瓦萨比？哦，原来上一次是我自己吃掉，我自己没意识。夜梦游吃到，然后突然拉醒。对。原来是我自己。在梦游的时候吃掉的，自己吃掉，这是误会啊，真是的。他爸爸就说：“你怎么一直误会我？我没吃。”我觉得一定是他，因为家里只有他了。他爸爸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真的可怜，就是你。不是我。我真的不知道。没头绪，然后之后就在结婚的时候拿出来讲。因为不是有那种结婚致辞嘛，然后就讲说，只是讲到父母，就说虽然我爸爸以前偷吃了我的一个，然后超久了，他还是永远是我爸爸妈妈。对啊，偷吃我泡芙。爸爸妈妈虽然他偷吃我的泡芙。好气很气哦，我气超久的。女士帮家长致辞。我真的没有吃。我的弟弟是我不知道。人家在玩狼人杀，然后你在泡芙。弟弟说：“爸爸不知道。”真的不是爸爸吃的。不行，讲到那个我就想到，虽然我好像有讲过，但我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最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我高中同学的婚礼，嗯，然后我就在想说。等一下，你们真的是这样搞吗？他们在婚礼上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居然放鱿鱼游戏的片头，然后改成什么什么游戏？我心想，不对呢，不对呢，我们现在参加的是怎样？不对呢，不对，不对呢，你这抓鱿鱼游戏你是什么、啊？真的很危险，离婚游戏。我觉得。我就想说，等等，确定吗？可是我方面来想也是不错，他们也真的有奖金池哎、欸，是啦，有啦，是礼金池，不太一样。我们给的啦，是我们给的，不懂哎，资金来源不太一样啊。所以如果最后新郎跟新娘活下来之后，他们两个是要
抢最后的奖金吗？这个真不还要自己守寡哎！哦，离婚游戏的哎，离婚游戏看过之后就想到不对呢，这个梗用在结婚上好吗？好像不是很好哦，很危险，危险。哎呀，十点了，好快啊！不知不觉，好快。嗯，哎呀咦，再跳一个。哎，今天家里都没动工，我才动工，我只盖了，多盖了一个圣怪砖。现在不是熊猫的熊猫的样子的，我的家盖好了，但是我还差很远。那熊猫是要堆起来吗？你到两只熊猫哦？没有，那两只熊猫那就是蛋糕卷，是不是？对啊，我很像是下面有一只熊猫，上面又一只熊猫啊。不对呢，你们这样讲起来很奇怪、欸。还是你这其实是熊猫大战争？他们在玩呢、啊。对啊，他们在玩啊，就是在堆的嘛。在翻滚呢、啊，你没有看到那两只熊猫在翻滚的那影片吗？对啊。你们，我觉得你们都很适合读建筑系呢。肯定的，肯定的。都很会耍，是不是？很会说我们的意境理念啊。有时候半夜会看到我爸妈都在玩呢、啊。太不要啦！先不要先不要啦！好像哪里怪怪的嘞。我现在看到某篇 D 卡好像是这样写的。有，哎，但是剩哦哦有啊，我以为你不在。来了，我来了。有了，嗯。这个 A 从房间里又听到。那有请我们最后到的致辞。谢谢。晚安。下课了。走了。哎哎哎！他们死掉。淹水了。巧克力色。休息。休息啦。辛苦了。哦，我有粉红色哎。准备死掉了。你要被弄掉了。不行啦，他要死翘翘了。没有，准备死掉了。休息。啊，那个稍早，感谢信啊，还有一位谁？我就是三个字的，看一下哦，哦，四个字，紫衣雪夜，还有，哎，那只可爱的小熊猫，谢谢，抱歉，高校太嗨了，没有注意聊天室，所以谢谢提醒，谢谢，继续 POE， 其实有点想睡觉哎、欸。你们 POE 要看我玩什么、啊？睡觉啊！啊，看一下有谁开台。麻子应该还在玩那个啦，钻石珍珠啊。哎，摩卡有开诶、欸，好呀，吓死我！哎，我好久没去了，去摩卡台吧。他之前说要找我玩游戏，就玩到现在他没有再找我玩了。好啦，感谢大家，晚安，拜拜拜拜。